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蛙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显卡的危机。看来这一关的植物会是特效非常炫酷的植物了。Nice。好家伙，全地图都是奇抓萝卜。等下一看就可以看到全屏植物一起放大招的场景了。这一关的玩法是传送带。看看会给我们些什么植物吧。嘿嘿，这个第一个植物就是天使星星果了。这个植物的特效是非常炫酷的，特别是它的大招全部都是星星，非常的好看啊，死鬼。反正第二个植物居然又是天使星星果，不会都是一样的植物吧。好家伙，看来还真是的，全部都是天使星星果，而且给了这么几个之后，传送带上面就还没有植物来了。算了算了，现在就直接开始用能量豆吧。不愧是特效充足的植物呀，这满屏都是星星，搞得我手机都卡起来了。再来一个能量豆看看，要是这星星的颜色能再多一点就好了呀。外面的僵尸也太不抗揪了呀，我都还没有看够呢，全部的僵尸就已经被干掉了。